这里的梅花可真漂亮，下次我们可以喊苍玄一起来赏梅。 苗圃，苗圃，苗圃！听人说阵法。 少主，有足够的灵药给六一石治伤，他很快就能好起来。修炼不易，少主何必耗费自己的灵力啊？小六是被霸道的妖力所伤，我的灵力虽然不能治愈他的伤势，却可以缓解他的痛苦。那让奴婢来吧，少主还有许多大事要处理，怎么能浪费灵力给他人疗伤啊？他的安危就是最大的大事。少主。 你下去吧。是。香柳，香柳，香柳。 不要乱动，等下伤口又要裂开了。嗯。他伤你至此，你还这样惦记他吗？求你，不要，不要。只要你好起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 差点就伤上加伤了，谢谢啊。嗯，把拐杖给我。
可以，放我下来。谢谢啊。没什么事，我进去了。还挺讲究，你这么贤惠能干，我以后也不知道会便宜哪家姑娘。我等着你，在这里。好。又怎么了？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以前一个人在山里活了很多年，饿的时候千年蛇妖下的蛋都被我偷过来吃了，凶禽猛兽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危险。说实话，再可怕的猛兽有的时候都没有人可怕。我等你。朱菲菲可能要需要一些功夫，你要等不及的话就先回家吧。